这个造型是不是也很香？紫煞的那个吗？对啊，是很香啊。身为一个叶娜的专精，可是他六十等啊。身为一个叶娜的专精，还是刻不下去。我还在忍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每次都是盛典要买，然后放着，然后就玩，然后看快到期的时候，哎，还没六十等，那再买就好了。对啊，我急速的也是啊。这次盛典的造型你刚好都用得到，因为还有奎伦。台币才1000多，观众说一台车就3500，嘿嘿嘿，有点道理耶，哥好聪明哦，交易成功。看一下我的钻石啊，不，看一下我的点券，购买等级登60级，一键领取，一键领取，舒服。人生就是一场战争，哇，帅哦！这一个昆仑造型手感还蛮好的，这个手感蛮好的哦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手感怎么样？叶娜的，叶娜的手感怎么样？是还他的那两个双刃，他的手感怎么样？好看，我觉得那个我觉得很兔女郎手感啊，你喜欢兔女郎的手感啊？什么？我听到一个钢铁意志，那个东西是不是不太重要？哦，魔法水晶造型碎片箱，垃圾碎片箱，锁定。这边看到我这个造型就知道了，这个是来秀 skin 的，不是来赢的。会抽阿斯娜跟 Kirito 吗？那是当然，抽爆763，好吧，到时候再帮你们实测一下，抽那个可以有多飞。欢迎来到传说对决。哇，两个鬼步哎，从来都是两个鬼步型的。自然，我去自然。哎呦，太危险了。小家伙感觉要爆开了，被踩一个昙花，真的。奎伦的手感也是很久没玩。你说他手感好在哪里啊？为什么他手感好？喜欢那个唰唰的声音。你喜欢他那个唰唰的声音？那倒在地上那个唰起来的感觉怎么样？那个喜欢吗？别人的喜欢，自己的可能就没那么喜欢。他有戏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他会不会靠过来。他好像蛮谨慎的。哦，叶娜也来了。2打2。哎、欸，他招放掉，弄他，弄他。哎，没花到，哇！大魔王来啦，屠伦！大魔王来啦！哇！完了，救不了他，没事啦，哈哈。哇，这图那么凶狠，嗯啊，凶到不行哎、欸，好扯、喔，真是凶到不行哎、欸。哇，好痛啊、喔！找时间继续发育，我的红包掉了。没掉。他在吃，你要过来。来。我靠！有机会弄他吗？嗯，好像不行。嗯，他要过来了。哇，这波好穷哦。哎、欸，都下去了，你要退到底，退到底。好、啊、，OK。我不要过去，我觉得那边没戏。再弄点钱。嗯，他刮到人了。倒了，漂亮！这波打回来，这波打回来，你可以跟那个吕布打。世界，帮你。他死！醉了！这吕布可以杀吗？他走了，不走就自然战。好，这波搞定。搞定！哇，他还在推线呢，我的天！辅助推线怎么说？可以搞定。克里希一直跑线呢，他等一下会很穷哦。那克里希，哇，
空哦。我要死啦！救命啊，兄弟们！奶奶的宝珠！哎，你那 B 打三呢？嗯，你死了，你死了。大猫别按出来。兄弟再见。没事，你的炮车就交给我来替你吸收了。可以，之前就对了。感谢你的贡献。可以，这波可以发起进攻。啊完了，我要死了。你打好快啊！哇，还可以打，还可以打，我复活了，复活了。可以，全残。渡他！哇，没戳到那下。还行，这波还行。啊，这波还行。能够复活用得很好，直接复活出来再打一波，所以我才敢上。不然我刚上应该也送走。给他死了！啊，都碎了。哎，卡枪啊！我下来，好。哎呦，我这个很卡枪，我不往下靠了，那吕布我感觉没戏，他好浪费时间哦。我要尽量往上靠。是叶娜吗？谢啦。你要抓叶娜是不是？消耗一下。换你一套。哇、啊！我直接过世，太痛了吧！我换他一套，他也换我一套，但是我怎么就不见了？痛到不行哎、欸，好扯哦！哎呦，做什么？去哪？往哪逃？我差点就死了！哎呀，没事，感觉可以。一特吗？他没血嘞，他还敢给他死？哎、欸，可以吃，可以吃，两个在上吗？可以吃吗？可以吧。来，把队友点过来，我来扛。哇，他们火速下来了，没有，高手在上。不会，我吃很快，但是我没有制裁。没事，全部一起打，可以吃掉了。我去装，下塔感觉守不住，已经到了。哪里走？啊，真的走了，有戳到哎、欸，有戳到，但是我也不能再往前了，他只是电到我一下，我就快死了、欸。啊！哇，他被杀了。射手走太深了，进去杀他吧。哇，还没死。跑很快哎、欸。没事，先拆打。哇，他们手办好像我们没人带兵线了。我不太能守叶娜耶，他好痛啊！下路现在带，感觉我要回去。嗯，你得回去。我要回家，这叶娜要拆到家里了，不太妙。哇，被秒了，还可以打叶娜，可以打叶娜。踢爆我嘞！会赢吗？这波我复活甲，看蝴蝶能不能秒那个小丑，可是不应该结束不了，因为那个吕布。哇！哎，我复活，我危险，我有点危险。安然撤退。靠，快死了哎、欸！我来了！哇！拉我有被推到。太冷。到了，
哇，这波我先去吃个红回血。他们是不是在吃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游戏吗？这方面那个，给他死给他死给他死！他没盾他没盾，碎啦！可以狙吗？可以狙吗？完了完了，我速度有点慢。哇，我笑到我笑到！哎，给他死！碎啦，剩一个直接来吧。不换装了，不换装，没空买。不要让他清兵了，不要让他清兵，给他死了啊！可以可以，稳啦！可以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一直刺刺，一直刺刺，这个操作还行。哦，后面那个真的很玻璃耶，我真的是玻璃耶，我很容易就玻璃碎满地，碰两下就碎掉了。哦，这重点我们这场又没有一个比较大坦，所以我们打团都要拉着拉着打。前面看到我这个造型就知道了，这个是来秀 skin 的，不是来赢的。大魔王来啦！大魔王来啦！我要死啦！救命啊，兄弟们！没事啦，哈哈，谢啦。我换他一套，他也换我一套，但是我怎么就不见了？